都睡了吗？好像都睡了。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你看，这时间都不早了，咱们睡吧，啊！我喝了咖啡了，我不困。哎，哼，曾金亚，曾金亚，我是人栽了，你算是把我框进曾家了。哎，你说这几年给我提亲的人都踏破门槛了，我怎么就千挑万选，我选中你了？我，哎，素云，你听我说，那咱们的事儿也是岳父岳母恩准的呀，啊！好，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也就不多说了。但你要给我记住，我绝不当那受气的小媳妇儿。好好好好，你听我说，你放心，那家父家母都会一视同仁的。哼，什么叫一视同仁啊？那个孙曼妮不过是你们家的一个穷亲戚，投奔曾家找口饭吃，她能跟我比吗？那曼妮大嫂是温文尔雅的，你放心，她不会和我们争什么的。哼。他守着个病秧子，他倒想争呢。那三房呢？那杨莫愁是个省油的灯吗？哼，都个人过个人的，你何必非要争什么长短呢？曾基亚，我最恨你说这句话。你知道什么是家吗？家就是一个小国。哼。听我说完。现在你爸就好比是大总统，这你妈呢就是国务总理，咱们三房啊就是各部的总长。哎，这总长跟总长可不一样啊，这教育总长呢就是个臭要饭的，海军总长、陆军总长说话就硬气多了，但是再硬啊也硬不过财政部。哎，傻小子，今后你们家的财政部传给谁就要看你妈偏不偏心了。说完了，那咱们睡吧，我困了。哎，嘘，走走走，快走。你心爱的人吗？也包括他。既然你这么爱他，为什么不和他挑明了呢？你怕他拒绝你吗？我为此而后悔，哪怕就是被他拒绝也比现在这样要好。他是谁？快告诉我，他是谁？是不是我姐姐？不要再问了，走吧，你走吧，逃婚可以结束了。你在恨我？我更恨我自己，恨我为什么那么没有勇气，居然错过了一生的情缘。可这一切又来得那么突然，突然的让我连后悔都来不及。而这一切又是因我而起。
我想我是该走了。已经进了洞房就平安无事了，说不定孙亚还会喜出望外呢。我不是想他，我是在想木兰。我觉得木兰会不会感到委屈。他们两个相熟，对于一个女孩子嫁给熟悉的人总比陌生人强，就像我们。曼妮妹妹，我想喝点酒。你不怕勾起病来吗？就喝一点点，新婚之夜没有喝欢酒怎么行呢？我要让你做一个完完整整的新娘，让你一生都不留下遗憾。那就只喝一点点。三房都很安静，看来是菩萨保佑，一切功德圆满了。那孙雅哪儿呢？他们睡得最早。孙雅没有闹吗？没有，看来木兰是一物降一物了。别人哪儿呢？大少爷跟二少爷他们都在说悄悄话呢。都没有人去闹房。哎，没有，按照太太的吩咐，不许闹房，不许听房，不要节外生枝。我刚才许了愿了，明天我再捐20斤灯油，让观世音菩萨的长明灯永远燃下去。老爷，来。老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呢。我来了一会儿了，我知道你刚从佛堂来。我方才去巡房，三个小院，三个洞房，大吉大利，全北京还独一份呢。哥姐呀，多亏了你这阵子张罗。三起临门，一波三折，这会儿终于可以歇口气了。老爷，我谢谢你了。老爷别这么客气，家里的事由太太做主，我只为老爷一个人着想。我心里有数。年轻的时候心里就知道。来，我给你送送经过啊。来。太太过来了。没事。
你要干什么？莫愁，莫愁，你不是要逃婚吗？你走啊，我不拦着你。你走啊，我不会拦着你的，莫愁。我还没擦完呢。他知道你是谁了吗？那快把他弄醒了，告诉他呀。不要了，让他先睡会儿吧，明天再说吧。嗯，来，帮我一下。哎，你也先回去睡吧。哎，莫愁，莫愁，你别走。万籁俱寂，北京城都已经睡着了，可是我却听见有人在拉夜深沉。这是京剧里最有名的曲牌，它伴随过虞姬舞剑，它也伴随过祢衡击鼓骂曹操。父亲最爱拉这首曲牌，莫非是他深夜不眠，隔着半个北京城我怎么能听得到呢？夜深了，回去睡吧。已经这样了，只能这样了。也许孙亚和木兰歪打正着，还正好是一对呢。你别扭，我心里也别扭啊。谁让咱们欠了曾家还不清的人情呢？这下子总算是两清了吧。扶起来，我要下地。平哥，你还是躺着舒服。不，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前情一刻，我要像一个男人一样站起来。嗯。哎。哎，慢点。
远走。阿喜，走。交杯酒吧。嗯嗯。走。这杯酒为你。不，为你。为我们将来的孩子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这次婚礼不算，等我好了以后，我会还你一个真真正正的婚礼。我们要孩子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女孩我都喜欢。那好，那我们就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。老人们常说，会生儿先生女。我们先生一个女儿，把她交给木兰，让木兰带她，让她也成为一个奇女子，好不好？我们让孩子认木兰做干妈吧。我怎么没想到？几点了？现在已经十二点了。十二点了，这么说已经过了月中，已经十六了。你还记得蒋太医怎么说的吗？说过了月中，我就闯过来，我就能活了。嗯，总算能闯过来了。嗯，闯过来了，妹妹，我闯过来了。几点钟了？曾金雅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那么晚了，你闹腾什么呀？我渴了。叫丫头倒水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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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我让你给我倒、哎，要不然我叫跟没叫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让我睡一会儿吧。不行，你给我倒水去。哎呀，倒水！哎呦，啊、哎呦，哎呦。水呀、啊！这大半夜的让我喝茶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白开水。哎，
有丈夫的。那上来吧。大房、三房，这两房儿媳妇都是贤惠的儿媳妇，她们家教又好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二房，这牛素云啊，就像是横着出来的。富贵逼人呐、啊，像她这样的家庭，这种孩子，你还奢望什么？我是怕一粒耗子屎，坏了一锅好汤啊。不过牛某人手眼通天，总统那儿就不说了，他跟南边也挂上钩了。那他不成了不倒翁了吗？方圆变幻，朝代更迭，三朝元老是比比皆是啊。你对素云也只能虚以为依了。一定要今夜回去吗？我的心里好乱，家里一定乱成一团糟了，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得回去。前面胡同里就是你家了吧？我就不送你了。李福哥，谢谢你。你赶快回去吧，不要让伯母担心。不，我就在胡同口看着你进门。半夜三更的，谁在外边嚷嚷呢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木兰回来了。是莫愁小姐回来了。莫愁。莫愁啊。莫愁。莫愁。莫愁。你没事儿就好。我和你爸爸都没敢睡觉。妈，爸爸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们为难了。冯九爷，带他去厨房去吃点饭吧。哎，爸爸，姐姐他当真带我出嫁了。你姐姐她是没有办法，我和你爸爸也没有办法。天一亮我就去再嫁，把姐姐换回来。完了，明天我就去和曾孙雅说清楚。你们放心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她原谅有什么用？拜了堂，进了洞房，就是夫妻了。姐姐，姐姐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嘛？你居然还敢怪你姐姐？这一天我跟你妈妈是怎么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
简直是走了一趟阴曹地府，两世为人了。要不是你姐姐挺身而出，你呀，你恐怕都见不着你的爹妈了。都清楚吧？我要去晚课了。走吧。不孝的儿子又要不孝了。你又要走？百折不还，儿子只折了一次。北京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，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等着北伐军兵临城下，坐享其成吗？不，我要跟他们一起打回北京。李父，你哪怕是成了家，有了妻儿，你再走我也不拦着你。就算你去留学殉国，可你也要为孔家留下一点种子吧。我爱的人已经一去不返了。老百姓说得好，走了穿红的，还有带绿的。李父，你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你们这些心学妈妈不懂，可是妈妈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没有值得你爱的人。比方说那个莫愁小姐吧。那我就真是成人之危了。这个漫漫长夜里，只有这本书可以和我作伴。书里的每个字都在跳动变化，我本来耳熟能详的，现在却读不成句，因为这书里好像只写了三个字：彭丽夫。俗话说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已经是离弦之箭，还能再回到弓弦上吗？真是对不起，洞房花烛夜我怎么能喝多呢？莫愁。孙雅，我不是莫愁。木兰，你是木兰？莫愁呢？莫愁没有来。那叫到底是谁？是我。那和我拜堂的是你了。我正想要告诉你。你正要告诉我，你拜了堂才告诉我，入了洞房才告诉我，这对红烛马上要烧到尽头了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，你简直是乘虚而入。你杨木兰，我怎么娶的是你啊？三少爷，你不讲理，要不是我们小姐救场，咱家早就没成扫地了。你个小丫头，你敢教训我啊？我，你不许动手，你要打他就打我吧。我不打你，我也不打他，但是我请你们走，请你们嘱咐二人离开这里。孙雅，天都要亮了，你让我们到哪儿去？不管怎么样，也不管你再不愿意，也该忍一忍，哪怕我们大家都坐到天亮也可以啊。你的脚还是木兰姐姐洗的呢。我自己长着手，我会洗脚，你们还不走？够了，孙雅，你觉得委屈是吗？你觉得上当受骗了是吗？可是我也告诉你，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走进这个洞房的。可是没人绑着你来这里。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母亲
和我的父母跪在一起，他们跪在那里祈求，跪在那里等待，这一跪是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怎么受得起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结婚的是我们，不是你的父母，也不是我的父母，走进洞房的是我们两个人。孙雅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，也许是阴差阳错，我们两个拜了堂，也入了洞房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缘分呢？为什么要在洞房花烛夜争吵不休呢？我不是要和你吵架，木兰，你有你的理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一起走进这间洞房。好，我不和你吵，你们不走是吧？我走。孙雅，孙雅，哎，孙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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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三少爷。你们这都干的什么事儿啊？哎哎，三少爷，哎哎，今儿好日子，三少爷，不是三少爷，您别走啊！松开我，躲开我！哎，三少爷，三少爷，躲远点！哎，三少爷，三少爷，老爷，三少爷离开家跑了。他这一走前功尽弃，快叫人追呀、啊！叫人追回来呀、啊！罗彤出去找了一圈没有，北京城那么大，上哪找去啊？那就多派几个人去找啊！哦，对了，对下人说，就说是少爷喝高了，梦游了。哦，我懂。你知道吗？出大事了，孙亚，他离家出走了。他离家出走了？嗯。哼，那你们家这回可热闹了啊。哎，你知道今天姚家的轿子抬的是谁？不是姚莫愁，还能是谁？是姚木兰。姚木兰？嗯。哈，这下可热闹了。我说嘛，今天本不该这么冷清的，原来呀，这好戏在后头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小声点，这外边都听见了。听见怎么了？我又没偷梁换柱，冒名顶替，你还不让我说实话呀？哎，我跟你说的那些，你还记着呢吗？你说的太多了。哎，以家比国，以国比家，杨木兰玩的这手啊，在官场上就叫做政变。曾金雅，这杨木兰比她妹妹可厉害多了，小心活着吧你，伺候我穿衣服。哎哎，你也要走啊？这天都没亮呢。我要去站脚助威啊。哼。哎呦，哎，小姐。你不要理他们这些，等天一亮啊，咱们就回家去。木兰，哟，木兰，没打扰你们吧？哎呦，今儿你可真够有觉的啊！这连唱双出啊，白天是大变活人，夜晚又加演棒打薄情郎。哎，我都听说了，真是够委屈你的啊！我们家小姐可没说委屈。哟，还不委屈啊？哎，这洞房花烛头夜，本来应该是恩恩爱爱、如胶似漆的，可是曾孙亚却把你这个新娘一个人扔在这儿跑了。哎，新婚成弃妇，你说这话怎么说的呀？你去问三少爷好了。哎，也对，是曾孙亚不识货，这谁娶了你姚木兰，还不得偷着乐呀？论学问，论模样，论心计，谁配跟你站在一块儿？我要是男人啊，我第一个就娶你。你，哎，素云，我应该改口叫你二嫂。这大晚上的，空着洞房，
把新郎也丢了，跑到我这儿来就为了说这个？嗨，我呀，就是想知道你这大变活人到底是怎么变的，这好好的一个姚莫愁怎么变成你姚木兰了？哎呦，我这到底是跟谁做妯娌啊？到底应该管谁叫弟妹啊？啊？那你还发愁什么呀？他不就站在你的面前吗？以后他是你的弟妹，你是他的二嫂。哟，我可听说三弟要娶的是姚莫愁，不是别人。那你是误听人言了。哼，那这喜帖上红纸黑字写着曾姚联亲，难道有错呀？孩子，这没有错。曾就是曾孙亚，姚就是姚木兰呢。对，妈说的对。好了，妈，我们先回去休息了啊。素云，走。妈，早点休息啊。妈。让你受委屈了，妈心里清楚，孙雅不懂事，妈要教训他。可是曾家这台戏，我们还得唱下去。啊、哦！可是妈，你知道孙雅爱的是莫愁，不是我，所以我想，明天我要把莫愁换回来。啊、哦！可是很多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你是你下的叫拜的堂，都知道新娘子是你姚木兰，你要是真的换了莫愁来，那真的就叫偷天换日了。妈，木兰，你看看这家子，吃饭的人几十个，做事的人只有几个，平儿有病在身，满妮又是那样的柔弱，你二嫂她又是这样的脾气，妈真是实心实意地指着你了。太太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大少爷他不行了。平哥，平哥，平哥，你睁开嘴喝呀，平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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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！怎么了？平哥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！满妮，你不要哭呀！怎么了？他已经喂不进去药了。来，让我来。平儿，平儿，平儿，大哥，你张开嘴，吃了药就好了。大哥，平儿，妈妈在叫你呢，平儿。平呀，平呀，平呀，你醒醒，妈妈在叫你。哎，平呀，哎，怎么了？平呀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太医，你快！求求你一定要救活他，咱们可是几辈子的交情了啊！哎，怎么了，太医？不行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太医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，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！我无力回天哪！太医，病人是不是喝酒了？曼妮，他就喝了一小杯。哎呀，糟了，这个病不能喝酒，见酒必亡。什么？哎，林哥。